在家没事就吃的就是中老年这钙片，这就改了。嗯，这对，尤其是我爸，每天多吃点腿疼。对，你这个腿那啥，多吃点，补点钙。上岁数了，那钙都流失了。反正你们俩在家都吃吧，一瓶就是这，一瓶就是一个月。一下吃一块。啊，一天两个嘛，两个你看，你一个月。一个月，两个月，两个多月，到时候我就给你往回寄了的。不是，我真的要忘记了。没事，那树上还有枣嘛，正好我跟江斌回来了，没打完了，我俩回来能干活了。这个也不用了，小米小的给拉完了。上次我不是上牌回来了吗？下雨下的烂了不少。哦，下雨再给你拔出来，不用了。哎，当然没见过好的。哦。正好我俩回来了，能把你收点了。回来休息休息，你俩都是梦的，就别要是梦的，你也是梦的。对，咱们休息休息，跑跑，吃吃喝喝就行。江斌回来能。是挺好啊，一会儿开一圈试试吧。啊，一会儿开一圈试试吧。行，能开吗？能，好开。爸爸，这挺好啊。行不行？行，满意吗？一会儿开一圈试试啊。嗯。然后锁的时候是不是不用锁就锁了？拿钥匙。按一下，你按一下那黑点。再按一下。啊。这就锁上了。哦，这钥匙。你按钥匙也可以按。比如说要是装兜里不方便的话，你就按一下就完了。挺好，是吧？嗯，拿这车真值，真好。满意吧？满意。能看看后备箱吗？能。现在你按一下后面的黑点儿。哦，不用老掏钥匙。哦。省事。哦，知道嘞，那不动。哎，
这后备箱比咱那后备箱也大啊，是吧、嗯、对，你看这后备箱多大，对，稍微大点，是吧，越装越大，好好都能把你放后备箱里，挺好。锁了，好了。